那其实有很多很多工作的机会。是，OK，换一个地儿，找个洗车行看看。在那儿有一家台湾人开的车行，然后我去跟他们聊。我从中国来，开帆船过来，然后想在这儿体验一下工作。自工啊，那就先试试看，可以把这车洗干净喽。洗车。对，就看你去试试。功夫，先看看你的实力来。OK，Yes, boss。后面，有机会了。Yeah。老板，如果我能在这儿工作的话，每天会洗多少辆车呀？我们这边100多辆车，你大概从早要洗到晚。哇，那如果我的工作您满意的话，我一个月可以挣到多少钱？2000至2500。2000至2500，就是说我最多可以挣到2500。对，2500，是很辛苦啊。那老板，如果我是刚刚到洛杉矶的华人？我有什么样的条件？我努力干活，我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，还是？不一定，因为通常这一份工作的话，墨西哥人做的比较好，因为体力的话，还是墨西哥人还是比东方人。明白。对，我就是这么努力的干，也不一定能赢得这份工作，这就是生活。先做个10分钟看看。好。那这个是要从早洗到晚，然后你每天工作8个小时吗？对，8个小时。啊，瞧我这一头汗，这个车洗完了，我估计我得不到这份工作。洗完了以后，车行老板跟我说：“你洗得很干净，但是我们不会录用你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的速度太慢了。”我们如果请墨西哥人洗车的话，15分钟就可以搞定全部的事儿，但是我太笨了，40分钟才洗完，没有得到这份工作。